请问师傅，唯愿会不会让我们有劫呢？会。那如何消掉唯愿的业障？念礼佛呀，下次再也不能再违了。是不是还有就是不断的做好事，然后就，对那这个唯愿的业障是不是伴随我们比较长的时间呢？还是就是当我们改过之后就会消掉？消掉之后就不会有了，但是再违愿的话，他又出来了。就像一个人对这个人做过不好事情，他永远不做了，人家就忘记了。但是他又做了一次，人家说你看过去也是这样的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感恩师傅下。